同样也是精彩表演的呢，还有这一场为了庆祝建国百年的乐仪起舞嘉年华，总共有16支呢，从国小到高中的队伍同场较劲。挥动大旗，随着轻快的百老汇乐曲做出高难度的队形变化。去年刚拿下世界乐器大赛冠军的建中乐器队，为嘉年华会打头阵，展现高水准演出，赢得满地彩。建中专美于前，同样是男子军团的成功高中使出特技绝招，这是队上最著名的魔鬼飞鱼。队员们手中的枪相互交换抛接，如同飞鱼般跃出水面。最后再摆出一条龙的队形，高空抛枪，动作同样流畅，精彩万分。没有这样的表现，队员们都是经过长时间的努力练习，为练这抛接枪，还常弄得鼻青手伤。你只要一不专心，然后他枪打下来，就可能就直接打在骨头上面，然后你就淤青好几天。除了高中乐仪队，还有国小管乐团也来一同较劲，但不打气势牌，反倒走可爱路线，流行乐搭配啦啦队舞蹈。这群学生们还很有胆识，敢跟大哥哥大姐姐下战帖。他们太老了，他们太老了，关节有点生锈，要退休了。那你觉得你们比较厉害吗？对，好。对16所学校的乐仪队有传统式的表演，还有队伍融入戏剧成分和观众互动，丰富多元。他们以认真的态度在庆贺建国百年的舞台上，将苦练多日的成果完美呈现。记者殷美琪报道。